终于。放心就吃，放心就吃了。上，上，上，你们起来了。不行，我们不能这么直接回家，会吃是好事，我们不能当天回去。超有力的，超有力的，哎呦，电梯啊！用皮孔吃的。香很多耶！哇，抽烟，我赶快！哇，惨了惨了，我先蹲起来。中大师的解体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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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
是，哇，人真的。走鱼。他脸要脱落，你看，你看他嘴巴都破掉了。你看，吃了吃了吃了，放我掉！啊！谁在发现？啊！我掉！啊！啊！哦！走！厉害厉害！刚好过到嘴边嘞！要有大箱子。我就帮你选好了。好啊！哎，我吃，我吃，我吃。没有，这有点大，抓什么鱼？应该是铜镜哦。我有在哦。这个太强了吧，我一直吸饱。哎，我是我是。这么轻，稳定。终于。住稳住！来绝绝绝！再再再！干什么亏一点？啊，再再再！哦，拿，提上来！下课鱼来啦！嘿嘿！啊！我可以下课了。音速声，不是，铜镜，铜镜，铜镜，啊，这已经那个了，看来我还是高手，哈哈哈哈，这不是啊，但是。
根本没中。有只，我海钓的。无字啊。哇！哇，吃中中。我们三个人都咬，这个人都应该吃完了。有这路吗？有，那中有。哦，你敢自抽吗？好，中鱼。好了啦，哦，马面瓜，不是，铜镜，哎，中鱼，哦，对不对？哦，今天的鱼货钓的还算不错，还有一只大石斑。哦，刚钓起来的，还活着，很好，垃圾很多，垃圾袋就要自己带回家，不要丢在那个现场。最后有什么想法或建议的，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哦。我是钓鱼少年雷木维，我们下期见。